我现在在莫斯科的一家三星级的酒店，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市政水 TDS 有多少。让我们先接一杯水。接下来让我们测试一下，大家可以猜一猜 TDS 有多少？139。这是我们从那个超市买了一桶水，我喝的这个味儿特别难喝。然后我们测一下它的水的 TDS 值，来看一下，大家猜一下啊，这个水的 TDS 能到多少？来放大那个镜头过来看一下，363，水的 TDS 363，这哪叫桶装水啊？这还不如中国的自来水。好，我们这就展示到这儿。